代志啊！你出什么代志啊？妈，失恋了，无力烦恼啊！妈，我不要紧啊，你别再哭啊！林子森，是没告你妈，我欠你五万啊！哎，多谢了。那不是你爹，唔知阮小妹讲法多，冻到阮来。慢来个啦，我电话感谢林小妹。那不是高做伙取暖，我看今仔日你来敲门来替我签死亡证明啦。呸呸呸，哪有人安尼就在个记？拄只医生有讲啊，你甲梓潼足幸运诶，若是过慢几分钟，恁可能就会失温救袂转来啊。啊，不过到底是谁甲恁关伫冷冻库？拜托咱到位诶时阵，明明仓库内底员工都甲咱对过冷冻库诶没骨存量啊。嗯，啊，着迄个时阵，仓储诶主任讲有员工咧反映冷冻库内面有尿气，我着惊迄个霉果受到影响。我就赶紧过去看，结果想怎样，都有人爱搞爱跌落。哎，你话要讲好清楚呢，我是去收证。这个代志哦，那是传出去哦，影响到的是阮精英医美呢。到底是谁把恁关伫冷冻库？敢会是外口的人，就是内底无人啊，所以才把冷冻库锁起来啊？唔对啊，以前仓储内面有一个开关啦，但是就是唔知影为虾米开关拍袂开，我唔知影是歹去，还是有人调过来送电。一定是歹去啊！好，这个代志哦，暂时到这为止。你好好休困，不管怎样话，应该巴肚枵啊。妈，咱去买一罐物件回家。好，你好好休困哦。这点滴滴要无啊？我来去通知护理师，顺便替你家己拉拉嘞。在冷冻口，我寒到神志不清，敢那有话袂讲话。我敢有甲你乌白讲啥？我哪会戆家去相信你？早餐就我相信迄个渣男同款，一直甲我讲个有我重要。嗯，我嘛无啥会记，因为发现心存关到，我头脑已经无法度思考啊。就算讲你有讲，我嘛袂记起啊。我敢若有讲到一挂我的黑历史，伊袂记上好啊。不过啥？我想要甲你讲，我想起来，伫个仓储内底，迄个时阵我看你关啊冻袂调。我想要甲方英给你请，结果你讲你唔免，爱我先救我家己，因为阮爸就干那我一个后生尔。坦白讲，迄个时阵我真感动，多谢你。我迄当阵哦，拼性命要让你活落来，即马煞干那只有一句多谢。啊，我的善良哦，真正是足廉价的呢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啊，你要来我店的消费，拢算我的，好不？唔管偌侪钱。嗯，唔管偌侪钱，拢我买单。耶！
生，我只是一时糊涂啦，我真正就无想要看到你和宋丹青迄只小狐狸才袂去啊！我才会无说你去害着梓潼，你莫阁想起好无？妈，你莫阁用挂造丹青这理由来减轻家己罪恶感啊！这无拄好两条人命呢，你敢有想过？啊，不过都无发生什么代志啊！安尼讲起来，这个结果嘛算是好的。妈，今日好家在管理内底是梓潼呢，刚讲你要等到人救袂等来时阵，才愿意讲。我的心肝才无这尔歹呢，都亲像你讲的啊，两条人命呢，无唔对啦，我是最讨厌宋丹青的，我看伊一届，我就讨厌伊一届，我就想要甲伊赶出去。阿哥。我的心肝真正无参照你想的遐尼啊歹，我只是想要甲伊教示一下，我真正毋捌想要甲伊害死啊！子生，妈妈会安尼做，拢是为着你，为着咱这个家。就因为你是阮妈，我影响你母家哦，我都判断。你是为了这个家，还是为了你家己？这个代志，我会老实跟阿妈、跟爸讲，还给你判断。你明明知影，你阿妈还讲恁爸爸规个心拢往为宋丹青那边去啊！你阁要安尼做？你敢真正要看到妈妈死？阿婆，你家己讲，应该安怎做？你在做啥嘛？我知影，我现在在你的心目中，已经不是过去你的善良、贤惠的妈妈。我现在只是一个会晓用安抚的小人。我无安尼想。哪呢？你是安怎坚持要把这个代志讲出去？你明明知影，我跟宋丹青因妈妈过往的恩怨，已经让恁阿妈对我的偏见足深的。你只要讲出去，就等于是给我，直接给阿妈判死刑。敢讲，你人生看好看出去？我跟你保证，我以后绝对袂阁做出这款代志的。你原谅妈妈这届好无？你原谅我好无啊？大仔子同我阁有开放，两个人拢平安无代志，这嘛想想的哦，还是感觉会惊。我伫人伫个遮，妈呢？怪入去冷冻库内底的人是啥？是安怎只剩因妈会讲一款话啊？你讲话啊！啊，你不是在替梓潼阿哥扛红的物件吃？啊，你哪搁在吃？本来要去买的啦，啊，结果你到今嘛去想要找借口？啊，你哪安尼讲话？而且你妈搁在哭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妈，刚阿哥彤彤爱起来了，我咧念伊啦，无够了解我。就安尼。啊，无咧。开放伊无减食，你着买梓潼爱食的就好。妈，我紧来买啦。等下，妈，有一件代志我感觉足奇怪的，
是安怎拄则伫咧办公室的时阵，你认为是我予人关伫冷冻库？你是负责检验美国的，出现伫冷冻库，安尼是真正常啊？对了对了，咱进来买吧，莫予大家枵着。啊，是讲你用到这个细汉的是超工要反向操作你，啊，你配角看照也好着，啊，你这主角坐边啊拢唔正样啊！恁两个是咧笑啥啦？无礼貌啊！我话还袂讲煞咧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参像你这种人啊。真人不露相啦，点点吃三碗公半，那才是真正厉害的角色啊！了当啊，真正要讲生笑啊！来啊，替我专工收藏红酒哩，试看啊！啊！袂歹啦，只嘴大哦，阁袂解味。歹势啦，我平常时吼，就较爱啉这个白兰地加威士忌啦。啊，这红酒对我来讲，就袂算啊过食的嘛。啊，不过听讲这红酒吼，对心脏真好呢。哦，等等，你真养生哦。根据我的分析啦，即马市场上啊，对建筑制度的未来啊，拢看了真好啦。所以我是想要找一间体质袂歹的建设公司来投资。你想看伊是毋是有啥物造镇计划等在进行啊？廖大，唔知你有啥物建议无？吼、哦，原来就想要来甲分好处啊！伊甲永兴集团有渊源滴，我若甲伊合作，咱就拄仔互罗在英一平搁较有借口甲踢出造镇计划，恁爸则无则戆。坦白讲啦，我最近哦，较想甲这永兴集团咧合作造镇计划啦。啊，不过我有听伊讲，等等，你甲永兴集团迄个罗董诶，聊聊咧订单咧。啊，我若甲你有牵涉，对人会歹交代啊。咱交一个朋友，应该袂好咧真歹做人啦，对不？哎，当然啊，但我含贵就咧做兄弟啊。啊！你要甲做朋友，当然嘛好。等下，我想要打哈。等下无代志哦，我来拍球哈。哎，少年啊，你脚手袂歹呢，戴迄招空手套白狼，恁头家甲你教哈。廖大是想要讲空手夺白刃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哎呦，我定下拍球哦，哎，拍到咧吐血呢，真需要你种人才啦。啊，若无大概哦，讲拍球做生意，哎，哪几下头家讲着我会花去安尼，哎，不来对我，我看恁头家吼，敢那较严肃呢，你若想要较轻松哦，随时来找我哈。哎，等等，你袂见怪啦吼。真正是唔知影好歹，哪会甲伊讲正经的，煞条人笑话。你唔通看伊安尼无正经人笑话，这款人啊，才是真歹流落的。是讲就算是安尼嘛不要紧，因为伊早晚。赶快爱来救我！